在吹什么？妈妈在吹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妈妈。对，妈妈在吹什么？你告诉妈妈。哦，吹是不是啊？吹是怎么吹的？你再吹一遍给妈妈看看。哎，对不起。哦，嘟嘟嘟嘟嘟。啊，妈妈在吹单簧管。狗哦，狗小熊来跳跳，是不是？好，小熊在干什么？小熊在干嘛？弹钢琴，是不是？对的，弹钢琴怎么弹？你弹一遍钢琴给妈妈看看。弹钢琴是这样的。好，现在哇，大象在拉小提琴，怎么拉的？你拉给妈妈听听看。对啦，大象拉小提琴好好听啊，小提琴放在脖子这边啦。对啦，好好听哟。等一下，还没结束呢。跟上 pass， 一、三、四、二、收。对了，这样收。你再学妈妈。对了 ，good job。现在你是指挥家还是观众？观众。啊，观众，我们要享受音乐，是不是？听完了音乐要干什么？对啦，好，我们要不要再来一下这本书？你要不要再来一下这本书？我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对，再来一下啊！哇哇！好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待会儿他们在干什么？妈妈按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声一点！待会儿唱给他。那唱歌的时候手上这样放哈。对。哦，再来一遍啊！